在我开始讲解具体的工作内容之前，我先要和你明确最重要的概念。宁光大人作为璃月七星的一员，举手投足都会受到万千瞩目，随时保持他形象的完美，这就是重中之重。而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成为宁光大人最可靠的后盾，维护他的形象，扫清他的烦恼，比如为宁光大人安排行程，挑选衣物，亲自为他更衣，涂抹香水。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和你强调这些工作究竟有多么重要而已。百石在工作的时候向来充满热情，交给他的事他总能完成得很好，我很放心。他刚刚说这些话的意思，大概也是想把他心中的那份热情传达给你。谢谢宁光大人。那么言归正传，我们讲讲更实际的内容吧。白晓和百文两位秘书承担的工作都有很强的专业性，而我主要负责宁光大人的日程安排和衣食起居。我会把我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与经验都传授给你，这样你应该就能胜任这份工作了。不愧是传闻中的旅行者，那我就省略掉繁冗的教学，直接把需要处理的事交给你好了。目前尚未排上行程的事有133件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事有17件，这已经是我事先整理过一轮的内容了，只是时间有限，没办法做得更细致。重要的是我先按顺序和你梳理一次，如果有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请随时提问。首先是与璃月八门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，接着是税法修订案的意见征集，然后是与客勤大人交流土地交易期限的相关问题，还有出席各大商会的问询会，接下来是……是的，在外人看来，日程安排只是为事务定下先后顺序，但其实这里面的学问非常深，需要考虑到交通效率，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等等，一切计划外的事都需要有丰富的相关知识，才能拿出派得上用场的应急预案。难道说，刚刚我罗列出的事物，有什么内容让你觉得困惑吗？那，我就继续说明了。时间比较紧张，接下来还有许多条目，还需要留给你为宁光大人整理行程的时间。已经明白了吗？真厉害，这自然是最有效率的。那么我明天的日程安排就拜托你了，很感谢你的协助。那么这个地方就留给你工作了，我还要去处理今天没有处理完的事，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问问百石吧。宁光大人慢走。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呢？这倒是，宁光大人要务繁多，老实说确实没有什么机会能休息，我们也会担心他的身体，但按他的性格，如果他认为休息就会损失摩拉的话，他一定不会答应。原来这就是你的见解。很有道理，那么就按照你的安排去做吧，我不多过问了。我想宁光大人应该也有很多话想要和你说，拍卖会那边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处理，我这就先告辞了。我也这么想，辛苦你了，今天就早点休息吧。
道了，我已经醒了。稍等一下，我换好衣服就出来。早安，昨天休息的怎么样？那就好，还担心你会有点不习惯呢。那么，今天第一件事是要做什么呢？这样的安排应该完全超出百石的预料了吧？也是呢，我觉得偶尔换换风格也没有问题。平时我的日程都被安排得很紧凑，节省出来的时间也被用在了对未来的准备上，有机会休息一下我觉得也很不错。只要能看到摩拉的收益，我的疲惫就一扫而空了。不过你的想法也很有道理，摩拉只能治愈我的精神，却无法消除肉体的疲乏。那么关于今天的休息时间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之前没有时间做的事。对了，你之前有玩过或者是听说过我制作的一套奇戏吗？它是从传统的奇戏规则改编而来的。在设计的时候，我希望它除了娱乐功能之外，还能忠实地展现璃月的特点，所以我引入了很多原本奇戏中不存在的概念，去展现不同棋子还有棋盘的差异性。我还在不断修订与补充内容，现在已经有30多版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这套奇戏在推广上不是很顺利，但我从来不觉得降低学习成本是件好事。能够在复杂的规则中不断的学习与进步，这不也是奇戏最重要的乐趣之一吗？我想应该是做出让不了解奇戏的人一眼就能感兴趣的内容吧。我打算新做一套棋盘和棋子，内容就从前段时间的那场大战改编而来。一方扮演璃月港的守护者，另一方扮演愚人众和奥塞尔。没问题，在我设计出来之后，一定请你来体验体验。璃月千年的每一枚棋子，我都想尽力还原其最真实的样子。而璃月港的守护者阵营，怎么能缺了你，对吧？没错，不过不只是一个，而是很多很多个。我的想法是，只有全价预定这套奇戏的玩家才有资格获得你的这枚棋子，这样的设计也符合你的身段。因为你是最能代表那段历史的人嘛，我会把所有参与者都做成棋子，包括我自己。这样的话，收藏了这盘棋，也算是收藏了一段绘声绘色的历史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跟我走吧。为了做棋子，我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数据。这不是宁光小姐还有旅行者吗？你们之前就认识？别说的这么见外嘛，那时候我可是把我最真实的东西都交给你了。
像你这样的态度，有个词叫做薄情啊。看来今天你的兴致也很不错嘛。和平时一样，毕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。不过见到你们两个，倒是让我有了些精神。玩笑话就先放一边，今天有什么事吗？之前我告诉过你定制棋子的事，今天想麻烦你为它量一下尺寸。在谈及职业之前，我可是一位少女呢。就像你曾经请教过我怎么熬香膏，那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啊。一位少女爱惜芳华，精通裁缝之艺，这很奇怪吗？英儿小姐这方面的手艺甚至不输给很多璃月的裁缝名家，我已经委托过她很多次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旅行者说的对，怪我愚笨，没能听出这言外之意。工具都在房内，请你们随意使用。我这个做瓷器生意的，会乖乖在外面做生意。哎，是想让我来？这不是旅行者的意思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啦。只是觉得你们两人再般配不过，忍不住想要捉弄一下。进来吧，我会好好观察一番你的身体。唉，如果之后在街上听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传闻，我第一个就会怀疑到你的头上。那我不知道宁光大人是在说旅行者的事，还是棋子的事了。都需要保密。放心吧，什么事不能开玩笑，我很明白。秘密就因为是秘密，才有它的味道呢。别再用让人误会的说法了。唉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欢迎常来春香窑哦。唉，有点后悔把你带到他这里来了。我倒是没关系，只要你没觉得尴尬就好。尺寸量好了，我们去明星斋委托定做吧。您好，宁光大人，今天有什么需要吗？之前有和你说过定做棋子的事，旅行者的身材数据我已经量好了，这下就可以开工了吧？稍等，我确认一下。嗯，没问题，数据齐全，我等会儿就去联系工匠。嗯，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所有材料都要用最好的。没问题，既然是宁光大人的要求，我们这边会全力满足。不过我从朋友的立场上出发，还是想说，按照原来棋子的售价的话，他甚至没办法覆盖成本。不只是造价的问题，好的原材料通常需要等待，会把工期拉得很长，产量也会降低。没关系，本来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去做的，之前的棋戏我多多少少都还有商业以及推广层面的考虑，但这一套我觉得还是它的纪念性更重要。你看，秦玉阁的棋子样品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怎么催促过它的进度。是的，和代表你的棋子一样，秦玉阁也会作为棋子登场，而且也是按一定比例制作的。是啊，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种话也不像是宁光大人说出来的。怎么说呢，和平时给人的印象差得有点远。
只要谈到生意，就绕不过盈亏，并且随时都要能做出理性的判断，这叫精明。但太过精明了，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不近人情，只知道赚钱，没有人情味。虽然这也无可厚非，但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，我还是遇到过很多的阻力。比如在同等的交易条件下，商品的持有人因为对我的反感，将东西卖给了别人。又比如在投资的时候，明明我开出了更好的条件，却引来了对方的不信任。那个宁光一定在算计什么吧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原来是这样。但这样的情况在奥塞尔一战之后就几乎没有遇到过了，因为我砸了我的群玉阁，这是每个璃月人都目睹的事实，这也是我能给出的最合适的答案。我明白了，宁光大人的意思是，那个时候我虽然损失了一个群玉阁，但也迎来了良好的声誉。不求回报的制作棋子，想要纪念的一定也是宁光大人对璃月港曾经做过的贡献吧。只要延续这场交易带来的影响，以后的生意就会一直顺风顺水。嗯，当然，说得很好。不愧是宁光大人，真是我们商人的最好典范。那我理解了，这套棋子确实应该做得非常好，不赚钱也没关系。那接下来的加工也拜托你了，一定要按照旅行者的感觉去做他的棋子哦，不要让他失望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那这下就差不多了，跟我回一趟群玉阁吧，我还有点话想要和你说。我有个问题，想听听你真实的想法，相应的，我也会以最真实的内心回复你。我在明星斋的时候说，决定砸下群玉阁的时候，我已经算好了这笔交易的得与失。在你听来，这是不是让你觉得，我果然是个不近人情，只知道逐利的商人？谢谢，果然你是能看透本质的人。在欣欣面前，我说了谎。决定砸下群玉阁的时候，我根本没考虑那么多。我只是觉得我必须做，而且只有我能做到。后来我安慰自己，我的财富来自璃月港，失去璃月港等于失去一切。而放弃群玉阁，作为长期的投资来说是有利的，可是我的痛苦全然无法缓解，我感觉心里空了一大块，因为我亲手放弃的是我的老友啊。我盯着那片海不知道发呆了多久，我真的舍不得，很舍不得。安慰自己又有什么用呢？不过后来我收到了很多信件和谢礼，他们都说对我改观了，我成为了他们人生路上的明灯。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放弃群玉阁，换取璃月港的平安无事，他们也要像我一样坚定地走向前方。这样的说法让我备受鼓励，我的老友做出的牺牲果然是有价值的。在他们眼里，既痛苦又不舍的宁光大人反而缺乏真实感吧。这样的真实我只能对你说，但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大家想象中的那般强大。谢谢你能安慰我，说出来感觉就好多了。我很抱歉让你看到我失态的样子，能像这样再次站在群玉阁的外面，
看到眼前的风景。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对我的回馈吧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还需要下一次的话，我的决定也不会变。任务是做不完的，还不如陪姐姐聊会儿天。